大家好，我是海绵，我又来了，拍了一年多视频了哈，还没拍完烤肉，今天他来了哈，韩式烤肉，是根是根，看看。准备五花肉、牛肉，还有一么多素菜，再配上火鸡面，痛痛快快吃一顿。先清洗哈，把这个猪毛去一下就可以了哈。先把五花肉切成厚厚的薄片子，把牛肉也切成大片子，尽量大块点，吃一把口。先把肉粒腌制哈，放少量毛毛盐、生抽、鸡精、蚝油、料酒、洋葱壳壳、烤肉料、少许淀粉，用左手搅拌均匀。腌制15分钟，土豆切成厚厚的大片子，稍微厚一点。再准备点金针菇和生菜一下，等会包着肉吃。阿哥点火了，要得开干。来呀，我去，要得开干。啊，这还烤猪肉，有啥子生的？先刷点油。这个五花肉吃下去，比牛肉好吃。哎呀，啥子都没有用啊！哦，还搞不赢嘛口？必须吃油，它英文都香了。你这个声音，我口水淌的。蘸点这个烧烤料，包着的。然后，我去。就搞可能这是野货，你咋吃啊？生菜啊，生菜可以吃的嘛，吃了你就吃嘛。哎呀，你上嘛？看到没有？哎。是我烤的吃的。看看，再给点火鸡面来做都行啊。就这个韩式烤肉，我厚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贝里马西。哎，都泡泡，哎你。来我烤肉，烤肉比火鸡面要劲凉。你吃我就得吃不了。哇不哇塞？嗯。哦。你们。嗯，阿公吃完有没有？吃完一碗肉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了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互动的观众们，我打你，我打我，我们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